出来。哇，这个案就很漂亮了。九金能不能定死？换掉一个异神，过分的话血量也很残。继续追，这边一个二级的贴脸，再一个一级的伤非常高，杀不掉两个人没大招啊。而且我们知道 JJ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队伍，他非常擅长干梗，作战差一点点。不过这里薄荷应该被留住了，非常可惜。这里有路和温娜疯狂的突进敌方的一个后排，但这里的话，墨子大招非常漂亮，大柱这边两个人，不过还是伤有点不够。温娜这边吼出个大招，吼出了异神，把人给带走。这边温娜直追安然，王子也被撵上，加小牛蛋。刷了一个被动的话，朱亮大招虽然没有刷，但是哎呀反杀，这里的话差一点点伤害，墨是极限逃生，朱亮这边应该可以。这个一技能加闪现啊，罗尔收掉了这个人头呢。安然被打成了一半的血量，貂蝉在他大招里面秀得非常舒服。张飞手上没有大招，这波很危险。公孙武藏一个大大到了弯娜，弯娜这边还有一丝血量，还要浪。你看这边荡浪继续飘，带走了公孙。荡浪啊，这个是叔叔确实打得很足。他这边啊，其实杨戬这个哦，闪现大招，哇，这一拳大到了安然，安然差一点被秒，挡住了，救出来还是死掉。貂蝉和伯乐强一个平 A。马可波罗手上没有红 buff， 点人不是很痛。这边的话，一句话解掉了薄荷的大招，马可波罗还在输出。张飞回身保护一下，荡浪这边还在飘，薄荷一神都已经相继死亡。哎，